燕世藩每执行完一次任务，就会留下一份卷宗。这个就是你口中屠村的行动卷宗，你自己看。 凡楚扬名带队，寻找一名七八岁的少年。原来他叫杨明。你为什么给我看这个？因为我也想把燕世藩旧部通通杀掉。为什么？放心。 不是因为你，那你为什么想杀他们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害死了我的大哥舒尔泰。舒尔泰是谁？继杨明之后，下一任燕世藩藩主。那他也去过马贼村了。 瑞珍木易他们图谋杀害藩主已是死罪，之后又清查地道，大开杀戒，我一定要让他们偿命。加入燕世藩，我帮你报仇。 你也帮我报仇。